马上快开学了，这个就是用来整理和收纳孩子混乱书包的手提风琴包，13层的容量，可以收纳150张的试卷，300张的 A4 纸，还可以收纳画纸、琴谱、地图、练习册，贴上分类标签，找起资料来方便快捷，提高效率。而且呢，还是防水的设计，不仅可以当做手提包，还可以轻松放进书包里。孩子天天做卷子，书包乱七八糟的话，很影响学习效率。这个风琴包就很好用，它可以装下200张试卷、300张 A4 纸、13个科目的练习册，然后贴上分类标签，不仅找取一目了然，学习效率也提升了很多。防水的材质，脏了一擦就干净了，而且是加宽的提手，放书包里也是刚刚好。不要再傻傻的让孩子把考完的试卷乱扔了，复习错题的时候要找半天，还会弄丢损坏。来看看学霸现在都在用的风琴试卷袋，我也是买给孩子用了才知道，原来能省下那么多事。它有13个隔层，各科试卷，资料存放一目了然，要复习错题的时候，再也不用找半个小时的卷子了，大大提高学习效率。容量很大，一学期下来的大几百张试卷都能放下，防水防潮，保护试卷，小学到高中都能用。给孩子用了3个月，真是后悔，后悔没有早点买。这个一定要买，真的叫人手一个，就是不用想了，今天谁买了谁就是赚了，说实话。